看什么看？动手吃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些都是你爱吃的，吃完了心情好啊，来吃。老公，这些东西都是喂奶的时候吃不了的。没事，我已经问过医生了，产妇啊，生孩子啊，心情最重要，怎么才能开心呢？吃好吃的。来，我吃了。吃啊。阿姨，吃奶怎么办呀？那怎么办？那你就吃一顿而已，实在不行咱就喂奶粉。你看那国外那小孩都是吃奶粉长大的，那也结实，是吧？也是。来吧，一顿没事。一顿没事。怎么了？吃啊。老公，我还是想给姨姨喂馍馍。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强求，没有咱干着急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来，我给你包一个。说我妈不让你吃啊？不可能，她就在这我也敢喂你。妈，你吃奶的时候不能吃这些。来，好好喝汤。妈，这汤看着就好喝，来，谢谢妈。嗯，喝，老公，干了。可以了吧，妈？再来一碗啊！老公，老公，继续，妈，你让他缓缓上。哥，这怎么什么味儿都没有啊？妈，这也太淡了。喂奶的时候不能吃那么咸，干了吧你，是不是？太淡了。又不是给你喝的。来，喝。啊，好。好喝，好喝啊！嗯，再来一碗，再。哎呀，老公，哎，你说那时候我们伙食也不好，这能有奶就不错了，哪还会堵啊？这都是现在人的富贵病。实在不行再找个催乳师吧。不行，上回找那我就觉得有问题，他肯定是动了手脚，让小爱一直堵啊，堵完了他就通，通完了就收钱。妈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哦，对了，你把那人给我找来，我把咱们那钱给要回来。已经急炸，我带他去晒个太阳不行啊！哎呦，这么点小孩，你这晒什么呀？晒的晒出毛病了呢！我想着让他少喝点水，等他渴了就能自然的就想多喝奶了，是吧？妈，就知道折腾孩子，你们俩。啊，走了。哎呀，乖。哎，小爱呀、啊，哎，妈。你这样真不行，你这太不爱惜孩子了。你看，这么大，他
太阳出去晒日晒坏怎么办呢？没事儿，那车上不是有棚吗？而且医生说了，宝宝啊，晒晒太阳不干。哎呦，你这心可真够大的！你说你催奶吧，你自己想办法，拿孩子较什么劲呢？哎妈，这我是想的，就是让孩子先少喝点水，等他一渴了，自然就多喝奶了。说不准喝着喝就给嘬通了呢，是吧？快下，来，咱们吃饱了再睡。来，是是是是。哎呦，那个，吃一口再睡。哎呦呦，吃一口再睡啊、嗯！妈妈喂奶啊。好嘞。哎呀，真管用嘛！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放心吧啊！哎呀，但愿有用。别让这俩孩子再遭罪。老公，怎么了吧？奶通了。怎么了？啊？妈，通了。哎哎，哎呦！啊，不好意思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杨王哥，哎，我们俩来看一朋友。看谁呀、啊？我干儿子。什么？你干儿子呀？你走走。呀，大刘吗？阿姨，哎呦，好久不见，阿姨。怎么都站着？这进屋去。哎，走吧走吧，我们刚到这儿。哎，阿姨阿姨，我帮您提吧。哎呦，没事没事，这姑娘这么漂亮，谁呀？啊，这是阳光公司的老板，叫齐楠。阿姨您好，我是齐楠。老板呢？不是，怎么能让老板拿东西？哎，不是，不是，我帮你拿，真没事，真没事。她是我女朋友。啊？女朋友啊？哎呦，你什么时候修来的福分呢？我修了好多年呢。快快快，进屋进屋进屋。到了，来，走走走，嫂子。嘿嫂子。来了啊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哎呦，我看我看儿子。哎呦，来来来。帅吗？这漂亮劲儿真像你嫂子。嗯，会说话。哎，干儿子，看看我干儿子，叫干爹，叫干妈，叫干妈，叫干妈多了，叫姐姐。就是，叫人家姐姐，叫你就叫哥哥，知道吗？行，显年轻，显年轻啊！按辈分，你得叫我干爹。奶奶，你看看他，又占我便宜。哎呦，光说话了，我这来得急也没给带什么。给孩子准备一红包啊！这么薄啊？这样就厚了。开玩笑呢，人来就行了，要什么红包？哎呀，给孩子的就别客气了，嫂子，你收下吧，收下吧，快快快！嫂子，这是我的。这不好意思拿，算了吧。没事儿，给孩子的您收下吧。杨哥，你看这怎么办？啊，谢谢，都不是外人。谢谢。哎，别站着了，快快坐坐坐。行行，来坐坐坐坐。